大家好，我是妍妍。之前有好多就是掰了很多多美人和那个马库诗的叶片，因为之前一直没有时间嘛，就没有夜擦。现在好多叶片都已经发芽，甚至有的就都长出根了。所以说今天必须得把这些叶片拿去全部夜擦了。走吧，我们去拿去。这个看起来好像就只是夜擦，但实际上。真的，一片一片的摆，要摆很久很久。让你的伤口融化在怀。